重庆建工国小的学生，只要碰上下雨天，要从教室到达礼堂，就得冒着雨加速奔跑通过，十分的危险。为此，市议员沈佑年就争取了增设遮雨棚，并且改善路面。目前工程已经完工了，学生的安全又多了一份保障。不要跑的，来这里面等，这里面等。暗下起了滂沱大雨，但建工国小从教室通往礼堂的这段路没有任何的遮蔽物，学生只能加速奔跑通过，让人看了捏把冷汗。学校大概二三十年前，就大致上这个地方就是都是斜坡，然后花圃的那个排水也没有很好，所以学生要从走廊到礼堂这边的时候，下雨就是要用跑的，因为雨太大要用跑的，所以那个斜坡就会有滑倒跟推挤的危险。再看一次这个画面，学生们接二连三的冒雨奔跑，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滑倒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因此校方和市议员沈佑连争取设置遮雨棚，并且改善路面。新建的遮雨棚不但色彩鲜艳缤纷，也让学生们终于不用再冒雨奔跑，一旁的斜坡也改为阶梯式，让学生安全更有保障。我们残障坡道部分上面做这个遮雨棚，那这样子对于孩子要平常这个碰到下雨的时候，也都可以走这个残障坡道。那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工程改善之后呢，我们也有遮雨的设施，然后我们这边的斜坡哈，也有变成有阶梯，也比较缓，所以整个孩子在使用方面呢，他们都感觉非常非常的好。遮雨棚和路面改善工程顺利完工，未来学生们不用再担心雨天通行的问题，也让建工国小的师长终于能安心。台中都会新闻，赵建宁、王玉贝采访报道。